哦，差不多，但是有几个地方哈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哈，止动这边，他有觉得我跌倒啊，没事，止动这边，不要动，不要。动到整个手臂，啊，你看，这样子是不是身体？啊，不要做到这样子，你说说看。用这边带。用这边，哎，走圆啊，这就是盘龙手的手，不对，上面这边这。边从上面下去，再走多，腰错了，哎对，一个，两个。翻，三个下去，还不顺，这就是这个圈嘛。我们不是常常练这个圈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圈啊。你到这边，你非要这样子吗？你看，不是这个很顺吗？这不是很顺吗？这你们看有没有像龙在飞？这是正宫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。你看龙在飞嘛，正宫拳嘛，就是龙啊。你看，你们练那个盘龙手啊，盘龙手就是这个拳。就是这个拳的手，听不懂？哎，你看，这个手，来再来，不要练那么硬。那个龙啊，得了僵尸病一样，不是？你看龙啊，不要那么用力。活，不对，从这边，手肘翻上来，肩翻起来，往上，上往下。你看，你这边翻起来，不对，你变成这个样子了吗？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变成这样了，是这边翻，你看翻这样子，哎，对，然后整个身体要这样动，不要光手，你看整个身体。整个身体走，哎，你去揣摩一下，就是龙嘛，这趟拳就是龙啊，看不懂？这个是一个，还有是，你再练练看，你从这边，从这边。
对对，走，扫堂，正的，正好走，正的，平的，平的，不是交交叉开，对，再往前走，这个交叉开，这个往前走，这个往这往这里走，不要往后了，这里走，这里走，这里走，这是到这里，这里啊，要往这边走，走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，走，这样子。哎，你这边这个过来以后，这个手从这边，你看人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的手，你的手来，我这边一走，我的人在这边的，我的人是从这里过，我的人是从这里过来，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走，等一下，再来，手来，这个手从这边，从这边，所以是从这里以后，这边插百步，啊。插手，摆步，插手就变摆，对对对，摆步，好走，对走，对，往那边对，哎对对对，嗯，对，对，转多了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你看转错了哈，你就。后面这个地方啊，你如果是朝我，你刚才是朝我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你走，你走，对，对，你就退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哎。啊，还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就变短了，晓得吗？你的身体太用力了，你的动作就变短了。这个是龙，那个动作都要变长，这样不懂？都要变长。你可以不要那么快，可是那个延续感。啊，延续感要有，是吧？这个，啊，这种发扫堂，啊，这，啊，练成这样子，啊。对，不要那么硬，你变硬用力了，你的动作就变短了，感觉那个龙伸不开了。
啊，看到没懂？那个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是这个？这个这样走啊，这个时候上部旋风啊，对，手不要落在这边，不要落，对，上步好走，跳，对，手可以打，对，对，落步，对对对，好，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啊，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再放松，再放松练就好了，啊。